没有加攻击速度的衣服。现在是休闲流，对啊，我想快也快不起来、啊。嗯，快不得啊。嗯，哎呀，过不起来。整个就是在散步哎。被四只弓箭手快打成蜂窝了。来，爆破精灵去打他！为什么觉得繁星攻击很低？我攻击很低啊，因为我这个是打连击的啊。他们打一下可能四十滴，啊，可是我可以一秒以内打三下四下。嗯，所以我玩，你不觉得这比较适合我吗？刺客哎、欸。玩斗这些都玩这种的、啊，可以，就是小输出，但是数量很多。对啊，就是拿牙签子戳到你还是会痛那种。我拿牙签在你手臂上刺青，好痛哦。可以啦，你看杰克输出痛，还不是过不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哇，没错没错，你越血要回到500啦。哦，差一点点！哇，两只死巨人那么凶，而且我现在走超慢，这样很难打、欸。真的，因为他没有僵直，嗯，他没有硬直行进。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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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。好，剩这一只死还没，超难打。牙签流，对，白金的，对吧、啊？看，打的。打这只臭马打不死，哎、欸，玻璃大炮哎、欸，哎呦，血量就给他扣，我也没差、欸。可是我不知道血量扣好蛮多的，应该是扣。那要打架嘛？你又要在约战？你看，你叫你男朋友来看，那边说要打架的。玻璃大炮可能、欸、我不知道是不是扣25趴哎、欸哦，扣200的250吗？哎、欸，还是225的血量。然后嘞，加什么？加伤害。伤害，哎呦，525扣225，我的最大血量还是很多哎、欸，还是525，看我，我看一下我，好扯哦，胡萝卜蛋糕，所以是小鳄鱼星，如果你可以用到后期前，你前期拿到，然后用到，大哥、哦，哎、欸，好狂哦，不、哦，我觉得隐约这是不过都。真的是要笑你，没有啊，血阻挡。我觉得你们可以先笑了，因为我这啊啊啊，说好的170呢？今天可能没办法维持170啊。攻击进行砍，哎呦，压，嗯，低的啊，你看满血了，好扯哦。过来，哦，那里有陷阱，增加。吓歪啦！21滴啊，要炸啦！好痛！受伤还会提升你最大生命值上限。人受你被打还加生命上限哦、喔。越打越多血，但是你的血你要有办法吸血、啊，就是没有补血对了。嗯，他在睡觉，那你说他非常火，你那边骗，在骗，在骗啊，在骗啊。哈娜哦，哈娜哦，这样不行啊、哦、我看到他那个生命回复只有回复一滴。每次暴击回复一滴，哇！你要打完啦！痛！我现在走超慢，根本打不晕他。哦，有打晕了！等下他会招，他会招，怎么以前都不会招的，现在怎么会招？第三关的关系吧。第二对啊，第三关的关系。不要，可以，打一只小王我就扣了200滴了，痛！让我们欢笑愉悦吧，笑起来。嗯，减少30%血量，但对我来说还好。对啊，蘑菇哎、
倒数第二关，这攻略真的好好。感觉你们推都好容易哦，就一直玩啊！我跟你讲，昨天我真的是玩到快哭出来，哭，这不好笑。现在有点想哭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你要想想，你现在就是昨天的我。你想想，你再玩一下，你就可以变成今天的我。啊，对不起，十二点过了，你要等明天。哦，红前种种，玩的这场更惨。其实你玩什么系的啊？我吗？对啊，我现在是火啊。哦，我就痛啊。可是你就是要不能贪刀啊！你有没有玩过 RPG 游戏？MMORPG， 我觉得雨月他的雨月你的火焰普攻攻击速度蛮快的。你不能贪刀，死人是没有。不错。我们所谓的死人没有 DPS。黑暗武士刀是什么？加三倍暴击。你所有的近战的那个攻击力增加三倍暴击。所以很适合我。友谊手镯，我可以拿三个牙签戳你。友谊手镯是那个吧？是。那你要有朋友。有朋友的道具。对啊，他就说你有朋友之后，你可以加血量加你的速度。所以你还我才会说多人会比较好过、啊。多人怪会不会变强啊？好像会，没有，好像一开始不会。他就是，可是他第二关、第三关增加的那个集聚会很大。哦，不啊，这样吗？好，三倍无感。哇，这边都没有卖愉悦的东西。你说卖我的道具吗？卖，都要卖你的奥数。boss 关，哎，还没开，太早，太早，太早。boss 还没开。奥数只能升级一次吗？啊？我忘了奥数是不是只能升级一次？只能升级一次啊。他增强，你看他增强就只有一格而已啊，他们。哦，他只能升级一次啊，有诅咒的道具哎、欸，有啊有有啊，什么宝昂贵的保险、双面效应、微小的鳄鱼之心，哦，就是鳄鱼之心，就是刚刚讲的啊，你越拿那个、啊，你越前期拿到越好啊，不然你后面拿到给你扣250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他那个微小的鳄鱼之心不是那个吧？那是不会大炮，啊，鳄鱼之心啊。对啊，哦，鳄鱼之心，他是扣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扣250，然后那个，每杀死一个敌人会增加血量最大值，最大大。可是重点血拉不回来啊。那你就要有吸血的方式啊，你要有吸血的手段。非常顺顺的，我拿到 B 了，我拿到我要挂了，没有吸血的功能。哦，刚刚说的土龙，你们看实况画面啊，看我的 R 一这个土龙，真的设好了，好有喜感。这什么？哦，风车增加风系伤害，我没有风系，风系魔法给我风系伤。好好哦，哦，我又直接买了，不过我没有装。三倍武士刀，武士刀真的假的？我拿到三倍武士刀了，撤。那你一开始戴什么啊？啊，我一开始戴吸血眼镜啊，撤。吸血鬼眼镜啊，然后再加三倍武士刀，撤。哇，再加三倍武士刀。杜梅曲奇饼干，你说是加那个对不对？需要那个啊，哦，掉落血球的几率。好啦，来了。哇塞，人家很扯，有逻辑，对吧？哎、欸，你还183哎！等一下，我的血球掉到刺上面，可以捡得到，捡得到！你咋？不，救我！不，有人挡你的佣人啊！点阵是什么？点阵就是现在画面上就是一点一点的这点阵。我的速度很慢，对啊，打招速度超慢啊。
分裂红色。哇，万无一丝火箭是什么？你买？哎，我那个可以查哦，可以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也没钱啊，我只问一下，只我也好奇啊。火箭，奥数在充能过程中不会衰减。特殊奥数在充能过程中不会衰减，啥会干嘛？哦，就是蓝条的那个吗？蓝条你可以一直集，它不会掉下來。哦，还好哎、欸，那是好东西哎、欸。来虐虐这个冰雪女。先集中打死一只。好，开始先这样子。嘿，挡。OK， 好。你看，都吃掉了，好用啊！哎呀，我又在逛街啦，逛街时间。这里感觉会关门。对不起，我把自己困住了。对不起，画面超好笑哎、欸！你给我打一打，把自己关起来、啊。我把自己关厕所。嗯，这里可以卖东西耶、欸。什么白痴啊？空气伤害，我没有空气魔法器，丢掉。这给你好了，我不要。好，我要去买点东西。哎，还没打完呢、哦，已经100趴了，哪里还有敌人啊？嘿，没有，你要不开100趴，你要看那个骷髅头。对啊，所以我就看到骷髅头，它显示还有敌。所以你就到时候绕一下吧，如果100趴的话，你应该有略过。可能有隐形的，你没有注意到。很像酷姬吗？我等下换一套衣服更像酷姬哦，全紫色的。嗯，紫色披风。对啊。干嘛？哪里还有敌人？空气。嗯，壁咚流。壁咚流。哎、欸，我刚很帅哎、欸，想说，放石头挡住他的招，就放我屁股回去，我就被壁咚，把自己壁咚，刚刚很帅哎、欸，拜托，壁咚自己留，对啊，断了自己的后路，让队友，让对手吓到说，哦，我的棒，一个惊讶，这人怎么了？糟了。我也变慢了。你要散步了吗？啊！啊！不小心顺到岩浆里面去。我应该散步的比你快一咪咪啦。哈哈哈！散步流。是谁？哇！收集者。哦，把你身上不要的符文。他就是买你的符文啊。因为后面符文最多也只用6个啊。哦，这前期也没用啊。喂、欸，我的发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出不去？哎、欸，外挂，外挂，外挂，等一下哦。打完了打不到，完了，他克我。只考辛苦了。等一下打完了啊！欸、我已经没全部逛过啦、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今天是不是会考啊？明子啊，啊对，今天叫他们去睡觉啊。啊，要会考还是休息啊？对啊，去睡觉。啊！不是 ，boss 也是王 ，boss 的王是中间这个大头啊，旁边还是小头。旁边还有一颗小头啊，那颗小头的敌人在哪？我没看到啊。欸、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已经绕一圈了、欸。为什么觉得没有掉血球的感觉啊？血球几率本来就很低吗？好啦，买东西。
哇，那一就一格吧，不管你怎么办，找可以买。反正我还有钱，买个这个。啊？这什么？提升对火性的基础伤害抗性哦，抗。哇，秘法。隐形兵是什么啊？哎呦，隐形兵啊！你怎么都喜欢问一些顾名思义的东西啊？因为我被他打爆了。哎呦！等一下，哇，那个法师感觉真的变很强。他是不是有开盾啊？哦，痛！痛痛痛痛痛！哇！攻击！哎呦，他的血量，他有开盾还是血量比较多？有蓝色那一条。哎，他回血。哦，他会有两个血哦。你打死他第一条血，还有第二条，第二攻他。哇，走太慢了，闪不掉啊！所以才会说多人会比较好。嗯。哦，他也开盾啊，真是开盾欸。哦，给你们看。他开盾回血。超贱欸，那一只 boss。好，我要换酷姬造型，然后先播个广告。播放广告。好，我们把披风全买了哦。真的假的？你全买了？我全买完了。哇，好多钱哦。哇塞，我要看你的台。还是说那攻略有说披风的那个效果？欸，可是最后一个披风。是锁定的还是要破关才给的、啊、要破关吧，因为我之前玩的游戏也都这样子啊，它就是最后的东西就是给你一滴，就是很多效果。嗯哼，嗯，刚刚应该买血了。对啊，因为我在想说我200多滴快300滴买血一定会超过啊，就想说打完再买，结果失策啊！啊，你有没有加攻速的、啊？加攻速的，你说披风吗？对啊，看一下有什么类似加速的。我看看，还是那工具预略里面总会有哎、欸，好的。嗯，有加跑速，必加护甲，加跑速，加最大生命。哇、哦，这个好多哦！买什么？耐心，希望，哎、欸，基础的其实很多属性哎、欸。你是拿去洗是不是？我没有拿去洗啊，因为他不是花五点去买那个能力。好像没有增加攻速的，但是有增加跑速。嗯，增加最大生命跑速，增加伤害，增加暴击，其实红色的属性就很多了哎、欸。那、啊、我怎么会有啊？一开始不是就拿红色的吗？对啊，可是你怎么看它的属性？我是回到家里的柜子啊。我也在看柜子啊，可是它就是法术标准啊。嘿，哎、欸，还是因为有，还是因为有找过那一个纺织师、裁缝师啊？我也有啊，我有花过钱。因为你买了多衣服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其实这个很强哎、欸，加护甲加防御，嗯，好，那就穿希望啊。啊，买越多送越多，有可能。你想买什么？你想买这款游戏？买呀、啊，买买买，啊、那买啊，我们就可以打架啦。想花费一个混沌宝石燃烧熔炉作为起什么？就是城堡的最左边有个很壮的巫师。城堡的最左边，200金来换20个混沌宝玉，好、哦、没有钱呐、啊。城堡的最左边，左上方、这个、吗？你看那两个东西，嗯、一个贵族嘛，一个就壮汉。花费十，对，燃烧熔炉啊。十个混沌宝石以生命庭院作为起始。哦，就是开始的
一开始的那个 boss 吧，生命庭院就是树的啊。哦，啊，右边那个嘞，支付200金币换你20个混沌宝石，还200金，还在我氪金。还是他说你给他20个混沌宝石，起始就200块，他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会他会支付200的金币呀、啊，然后换取我们20个混沌宝石、哦，所以是开场你有200块哦，这划算吗？其实如果你要一开始打得顺的话，可以买，但是我觉得还好。嗯，哇，完了！要不要换一下魔法效果？所以他这个裁缝师是可以换魔法效果。那，所以我说你有没有穿它，然后花费5个宝石？没有，我没跟他换过哎、欸。我有啦，可是没有礼物。没有变吗？对啊。我想去配其他招来打汉康。哎，我们配其他招。冲刺的话，换这个好了。然后电。回弹冰，我记得有个冰也是在周围绕圈，另外一个周围绕圈的冰被打下来啦，越挫越勇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再多打几场就行了，励志起来，你行的。这个改成你行的啊，追踪火光。菲尼克斯连击手套，这是你们讲那个吗？嗯，你干嘛？就可能你的攻击会多一下。哦，我100多块，我要来凑，我要来凑卡片吗？把卡片全部买完。你们在玩什么？哇、哦，巫师，巫师爬塔。对，巫师爬塔，这样讲已经够。够白话了，你再听不懂的话，我就真的。我又没有说我听不懂。你直接说哦，啊，那是什么？我没有说那是什么。讲啊。讲的啊。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啊！放错位置啊！谁来了？点点，点点。怎样？嗯，没有。昨天是有人问谁来了，他就没有，他就很嚣张。怎样？我哪有很嚣张？哇、啊！继续爬，秒猛哦！跑最后了。嗯，之前有爬到最后啊？没有啊，3-2。风跟地的宝箱，哦，你要放魔法、啊？我没有地，你要那就继续啦。好技能，打不过。技能老大，好啊，增强，来了，打过。哇，等一下，嗯，蚊子从我面前飞，断的，断招了吗？火焰弓好烦哦。嗯，过了过了，你还有毒弓，跟你讲，烧伤就很麻烦。哎，还有中毒的，所以你要对啊，就不能贪刀啊。刚不就讲，该闪的时候就要闪。嗯。
就拿石头跳来跳去，真的很烦哎、欸。哦。就你只能都不会僵直，你就只能等他落地，偷偷打他两下。对啊，而且一次，那就比较麻烦一点。麻烦的家伙。话说这游戏，阿米狗，阿米狗有玩过？你阿米狗没？没玩过啊，哎、欸，这新出的而已。哪一款啊？类似的啊，我想不出来。饥饿地城吧。哦，有点哦，有点像啦。嗯。那通常这种八 bit 游戏都是，几乎都是我会推。钱不够。新手实况就是这。其实啊，没有人会在别人的聊天台。嗯，你断麦？聊天台不是、啊，没人在聊天台。哦，没有人在聊天台，没有人在别人的台里面会说自己是新手实况主手。对啊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对啊。我问一下，我脚在啊地层买的道具是永久还是？哦，但是不是永久啊，就你离开就没了、啊。你离开那一轮就结束了。啊，可恶！你有拿到好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就记下它是什么，然后你就可以去刷了。对，你就是离开仓库进城堡，离开仓库进城堡这样刷，我是这样啊。嗯，好烦哦、喔！还有空打？哎、欸，我这招哎、欸！哦，对不起，怎么了？不习惯，一招转圈圈的火。你熬夜了？对啊，我今天要爬塔啊！我昨天也有讲，我今天想继续爬。嗯。对啊，后我有听到吗？爬起来！爬起来！我又遇到了一个卡片抽奖师。哼，欸，他真的就是只是帮你升级，不帮你把牌洗掉而已。那时候讲传单是这个啦。就那时候既然误会、嗯、啊，抽一个，哦哟，他给的卡片好像没有很好、欸，糟了，火的真的容易好多、哦，火很容易啊，闹啊，哇，啊这个不是，这火换到初期的招式了。我又遇到了，这个是跟我收购卡片的。哇，我打赢了，终于打赢一次一个，天哪！卖掉好了，哎、欸，要怎么卖那个卡片呢、啊？卡片？对啊，是酱汁。简单。卡片能卖吗？他说扔到地上啊。哦，那是符文吧？哦，符文哦。符文呢、啊？符文才能扔，就是你的道具啊。哦，符文是道具哦。嗯。八七八，搞错了。